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阿贵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台湾十大恐怖的景点之一，传闻也是在当年这个921地震的时候，当时的一个受灾的一个地区。非常多的网友啊，也大量的私讯鬼哥说，可以来这个地方看看。这个地方具体的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就不用多说了。好的，那么因为现场收音的关系，所以接下来的开场解说由庞先生来替大家完成。这所学校当初还有学生在里面读书的时候呢，学校里面的鬼故事就已经非常的大量，有学生就在学校里面传开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间接的就形成了一个都市传说。那因为地点不公开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不将这些鬼故事做展开，也确保之后不会再有人来到这间学校打扰。那这间学校为什么会废弃呢？主要也是因为它也经历了当年台湾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场921大地震。那因为学校它处在这场地震的重灾区，所以学校被破坏得非常的严重，导致这所学校因而废止。然而这所学校废止之后呢，接下来的灵异传闻却甚嚣尘上，因为不断的有探险者前往这所学校探险的时候，出现了非常多的灵异事件，中邪、鬼影，看到学生，看到各种灵异现象，导致这所学校被传着绘声绘影。那么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这所学校，我们是不是会发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呢？请大家拭目以待。走进来这边，一瞬间真的还蛮可怕的。看，完全非常的暗，不知道会遇到到底什么状况。一进来就听到声音了，而且还起风，让我非常起鸡皮疙瘩。怎么了？一进来就有非常多声音了，你有听到吗？你看这个，一进来感觉压迫感很重，虽然有风，但是就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。感觉就是那种明明没有人，但是很拥挤的感觉。没错，好像每间教室的感觉。哎，你看，生人勿近，我手打生人勿近。什么声音呢？声音。这样子不知道拍不拍得到？你看对面那一栋，嗯，很可怕，看起来好像庙宇哦。对，为什么要盖真像这样？不知道，所以这边应该是活动地区哦。地下室。对。懂。哎，你看你的脚。这边被人家拆起来的，
引材的，有声音。一个人，好不舒服。哇，很大，超不舒服的，头好晕哦。里面有一股烧焦味，这边这边这个手起鸡皮疙瘩起来，你有吗？嗯，我起鸡皮疙瘩。这很不舒服。走吧，你上去吧。过去。通道在这里。什么通道？镜子吗？地下室太大了。这边应该以前是训练室。训练室。对。因为有吊沙袋跟有的没有的。我们是设的训练室呢。对。这里不输那一间了。拿做法了。满格，爆表，这是爆表。你觉得他们有没有？
明明没有风啊。刚看到镜子有飘过去，怎么了？他通道都在这边形成。你不是说鼠尾草音？怎么了？你先拿着。怎么了吗？那还有里面到底有多少？嗯，很多吧，也很大。我只听到有人的声音。